傅凯、蔡嘉林、朱海军三人情爱纠葛，家人情归何处？咱辛辛苦苦给你无人的感情，你算来放弃我，放弃咱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我心肝来来有偌尼啊疼，你敢知影？我以后嘛是你啊！我无要相信，我以后无要相信啊！阿公，阿林又该怎样表态才能抚慰家人受伤的芳心呢？